你把外面的塑料没事吧？那嗯，就是第一次。这是什么呀？打了，开始。啊，要打了吗？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没事，不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，没事，来，我看你。疼？不用，你就看，你看着就行了，不疼。长得好看，你别躲，你别躲。啊。是不是很痛？完事儿了。还行吧。疼。还可以，还行。一耳垂还好。像我捅了两次再疼，捅了五次，真的绝了。咋说了？都不是我是手按，我第二次打五打耳洞的时候就是那种枪，你知道吗？打了五次，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开始安慰他，开始安慰他。对，那枪容易打偏，这个特别准，准哪是哪，特别好。对，就打过去之后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啊！哇，哇！我没给你使劲往上，其实按理来说这是往上走，我得紧一点稍微啊，要不对不准，看不清，不准吧？他咋这样说话？你的耳垂就稍微厚一点啊！啊，我耳垂厚啊！相对他来讲稍微厚一点。一般厚的，依我今天就是不是特别爱好，但是稍微护理好一点，抹点东西，抹点碘伏什么的。要抹什么？碘伏。别讲，我给你抹，那你都擦没了。啊。是吗？送一块巧克力。你们没扎了是吧？没人扎了。什么感觉？就是。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我不会流血，这个会流血吗？你觉得流血了吗？为什么不流血啊？Hello。哦，天哪！你看我狠不狠？打完就没有用了。就给他发个表情。那真是辛苦了。这都没我酸。我就是那么一个扣。酸性。没有。好了呀。这就完了。可以摸吗？可以摸吗？都没有，哪有老公？就把上面这把。不用了。也没有吧。然后呢？以后要怎样啊？以后你就养着，几天以后，十天八天或者看差不多就可以换了。我可以换。三天我鼻钉打鼻钉的时候，这个怎么换呀？自己摘下来然后换一个。自己摘。但我建议你是六七天之后。你第一次的话养时间长点吧。对。养多久啊？我养了一个月才长好，真的长得太慢了。就是养到你觉得不是很痛了为止，然后你再换，不然你会就是比较进出自如的时候。对，这个每天晚上还要摘吗？不用摘。你当然不摘，摘了就长住了。摘了就扎不进去。一个月以后再摘下来。最好是摘，你平常转转它，转转它。对，平时转一下，然后那个高碘伏，要是发炎也没有关系啊，发一次两次的，你可能睡觉会扎一点。好。忍不进就好了。睡觉。OK。就。开心。走吧。摘第二个饮料。好的。这个颜色好看 ，Kiko 吗？Kiko 吗？国什么小年快乐？看我刚刚打的耳洞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。刚刚有一点点疼，这个直播我是绝对不会删掉的，一定不会删掉。什么美丽的代价？因为就我们总选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有耳钉嘛。什么想看我哭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不会哭的。打开耳洞就哭，你是有多没出息？我说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哭的。阿姨，给你打一个啊！不要，今天不用第一次赶的直播，你还是迟了。我已经打完了，看录播吧。我刚刚打完了，哼。当当当，看。有一点点疼。还好。嗯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
再见。我也觉得我不敢，但我没想到今天就打。其实我刚刚还是挺怕的。哇，谢谢，拜拜。